鱼却是梁楚降丘升阁，地狱一夜游记。嗡说的，诸佛显密心性达究竟，无有一处残缺，皆圆满。理尽自我解脱之圣贤，理尽精通二谛瑜伽师，清净圣意真理无生灭。但有男女瑜伽来请问：本是无生无灭，无生灭。理尽法性无生之智慧，但以菩提伽罗道相中，释迦牟尼宫殿。此有一页原文缺失，就是漏了一点啊。后面就讲了他一些转世啊，中间漏了一页，但是接着就是这么讲的：我身为女性，名叫女鬼，所有受我伤害的众生呢，都被安置于解脱妙道，这个很奇怪哈。你看，她变成女鬼了，所有受她伤害的众生还能够被安置于解脱妙道，不是一般的女鬼啊，这可以让你解脱的女鬼啊。之后在印度东部投生为一只红奶牛，所有饮过我乳汁的人都被安置于解脱妙道。之后在印度的南方，我投生为百灵鸟，所有听过我歌声的人都被安置于解脱妙道。之后在印度西部，我投生为鹿子，所有见过我声色的人都被安置于解脱妙道。之后在印度的北方，我投生为瑜伽士，名耶卓钦钵，所有跟我结缘的人都被安置于解脱妙道。我已记忆无数的转世，以上都是在印度投生的经历。在雪域的北方，我投身为贝罗纳扎大师身边的玉札宁波，修持本尊大圆满，传播佛陀教法。此后，我投身为一个平凡的人。此后，我投身为米勒日巴身边的日巴西瓦沃。此后，我又转身为塔波达沃仙乳身边的哲东刚相。在南方的扎日圣山中，我是乞丐女啊，叫耶卓玛。在乔扬恩的城市中，我叫做瑜伽士夏巴。啊，哲特帝的宫殿里，我名叫做玛尼伦珠耶喜。在中原佛法兴盛的地方，你看他还投身过到中原啊。我身为卖酒女郎，所有喝过我美酒的人都被安置于解脱妙道。之后，我是云南的公主玛吉祥钦波，安置所有滇人入解脱妙道。之后，我是木雅仁钦雍宗，修持本尊为乔丘金，安置东方的木雅人入解脱妙道。之后，我在工部的地方名叫做玛尼加戎，安置所有工部人入解脱妙道。之后，我在尼泊尔名叫做雷雅耶喜，修持入行二法为本尊，为众生开示菩提妙法。之后，我身在霍地的焦糖达，身为空行母耶曼的化身，修持《金刚经》为本尊。之后，我到达慈明地，业已悲心结合，安置所有结缘者入慈明地。我已记其无数的身世，以上只是少数。智者见时请观月，性者见时为性物，外道见时为火源。我既非是博学者，但求法语写为书。若有违缘以错误，愿在如来前忏悔，能和不忍无分别，愿脱无二大乐众。我们看看这些转世啊，以后就不用再问自己过去是干什么的。你们想明白了没有？是当你读完了，你就知道啊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啊，有些时候做公主，有些时候就做卖酒女郎，啊。那有些时候又在大德身边做一个修，他前面的时候就做百灵鸟啦，是吧？做个鸟啦。那有人问我，我说你有些人是做鸟的，鸟人，他就不高兴了。
那你要是说他做公主，他就高兴了。是吧？你说这个东西问的有什么意义的？问前世的事情啊？即使是这样的人，你看他前世的时候，在很久以前做女鬼的时候，他就能够把那些人呢、受我伤害的众生都能安置于解脱妙道。你看，他已经不是一般的人了，是吧？佛的本身故事里面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，就是三大阿僧祇劫哈、就是开了悟的大德呀，他真的是东家做马，西家做牛去，他真的是不怕死的。他跟凡夫的那个不怕死不一样的啊，因为他的菩提心在那里，还有他开了智慧以后啊，他真的是可以不怕啊，他做鸟也可以，做鹿也可以。他在久远前之前修行的时候，他就有菩提心了。有了菩提心的时候，东家做马，西家做牛去，他真的是这样子。你没看到祖师说话那口气就是这样的，从这个什么牛肚里走过啊，是吧？牛胎马腹里过嘛，也是自在的很啊。也可以做动物，做完的动物可以做鱼雀侍，又可以做卖酒女郎，是吧？所以说我们要先开悟哈，开了悟就自在了。你开了悟做什么都行，没开悟你就轮回啊。你看上去看这个他也在轮回，但是人家后面有一句这么话，把所有的跟我有缘的人都安置于解脱妙道啊，人家有这个本事，是吧？那我们有吗？啊，我们不是把别人安置在解脱妙道了，我们是把众生拽到更深的道里面去了。其实那些菩萨们呢，有些时候是很有意思的啊，不是我们想的那样的啊，这辈子就成佛了，然后呢？就到了阿弥陀佛那里，就在那里享受妙乐，然后就结束了。那个戏太没意思了，那没戏唱了哈。到了极乐世界就没戏唱了，是吧？那有什么意思啊？菩萨呢，他是一切随缘，他真正做到随缘了。即使到了极乐世界，他也是一样啊。他回到人间的时候，还是像这个菩萨一样的，又做动物，又做鸟啊，又做鱼雀侍的，这样利益众生。把众生都安置到解脱妙道上去。你没看我们今天念的吗？就是一切无复相随啊，唯有愿王不相舍离，一切时日引导其前，一刹那中即得往生。那不往生，由这个愿王生生世世跟着你啊，这十大愿王跟着你，你就不怕了啊。如果能开了智慧，那当然更好了啊。我们修行呢，现在你要是看到这一点呢，你就不用太着急啊。但是呢，要勇猛精进，你要尽可能呢把时间都用在修道上。你多用一份功啊，就多一份力量，功不唐捐呢。我们不要虚度时光，这个特别重要。不要把你的时间用在造业上啊！你每一分每秒，你都要知道我要在修行上，不要让自己造业啊！不要跟着自己的业系跑啊！哪怕就是现在在喝酒啊，现在在玩啊，其实你要会修行的人都是修行，不会修行的人就造业。会修行的人呢，就是玩都是在修行啊，都是在利益众生，因为你有菩提心的摄持，是吧？你做牛啊，挤点奶给人吃，那众生喝了你的奶都得度了，因为你那个奶里面有菩提心呢、是吧？加持过的，众生就是喝了你的奶都能得度。是不可思议的啊！所以你们要好好的修这个菩提心啊，修好了以后，你到哪里去都可以。这辈子一定要把基础打好啊，那么你去哪里都不怕啊，不要急于求成。我们现在看这位大德的地狱一夜游记，他自己讲的哈，说的。佛之初祖普贤王，圆满报身金刚心，殊胜化身六佛陀，三门净信坐礼敬，教法之主释迦尊，三乘瑜伽是加持，宣说三部显宗法，等度上中下三世，复说心性无边法，为利难悟者开示。如来所穿二点前
无垢净心作礼敬，如来教法传承者具备三量有缘人，修成弘扬佛陀法，修持和传承哈，导师僧众前敬礼。Om Mani Padme Hum， 南无十方诸佛菩萨生于月事业功德之总集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悟虎四大沉默多悲苦，疾患重症生命中，大苦重如利鞭锤，小苦有如中毒箭，自身坛城尽皆痛，不堪之苦遂身心。梁楚祥秋歌僧我，在自己的僧房中突然身患重病，面对任何精美的食物都索然无味，四肢的经脉全都向心口部位触缩，五脏六腑几乎要吐出口腔，我感觉呼吸急促，苦不堪言，好比裸露在热沙中的鱼儿，各种痛苦降落到我身上。我想喝一口水箱里的水，可全身幻迷难受，时而如大水冲击，时而如烈火焚烧，时而如高山压顶，时而如飓风吹打，时而又觉得日月坠地，时而千条巨龙在轰鸣，电光闪耀，时而如流落旷野，时而又出现阳焰，时而薄雾弥漫，时而幻现萤火虫似的忽明忽暗，时而青烟缭绕，出现如此恐怖的法性重音，看见声光与光辉的幻乱，看见阎王的可怕身像，我害怕的身心颤抖。那一刻我没有认识到本尊的真相，我输了，祈求大悲诸菩萨救度。我身边五色光芒缭绕，这光芒触摸时发烫，眼看是刺眼，光辉里充满了戾气，我高大的身躯顶天立地，忽然我进入到一尊宝塔里面，敞开的塔顶中央有莲花和月轮的宝座，上面安住着珊瑚色身像的无量光如来，身高约有一尺半，无数的菩提勇士围绕在他的周匝。我怀着静心的喜悦朝着如来走去，到了门外我感觉身心分开了，因为可以无碍地穿越三千大千世界，足不用触地，悠悠地在半空飘飞，心中可以记起许多前后身世的事情。我与往常不同，感觉心智异常明朗，可以随心所欲地行走。于是我刚想回家看看，就已经到了家里，家人们正在吃饭，但是没有给我吃，我说话了，他们不听也不回答，尼玛在楼上念经也不理我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都生了我的气，便往门外走去，看见错卧下在水磨房的河边抱木料，我问他，你在做什么呀？他不理我，我以为他聋了。我饿了，看见磨坊里有一个男孩在磨青稞面，就对男孩说，你能给我一点糌粑吗？你这糌粑不是用来供佛的吧？他同样不听我说话，也不回答我，我气得简直都想打碎磨盘，便把手伸向磨盘的窟窿里，磨石乱动起来。男孩慌张极了，说是不是冤死鬼来了，还不停地念经。我生气地说，冤死鬼吗？是不是你父母死了？否则这里没有谁死了。
男孩什么也不说，我想不要妨碍他莫三八了，于是走出磨坊，口正渴，刚好看见一个女子在河边舀水，我说请给我喝点水吧，那女子不理我，我想直接喝她桶里的水，于是就靠在桶边，正要喝时桶倒在地上，桶底都脱落了，我怕女子生气，便急忙跑到前面想逃走，在路边看见一匹马，抓住马尾巴摇了摇，马摔倒了，我再回头时马已经站起来了，路边有个老妪在纺羊毛，我问能给我一块毡布吗，老妪没说话，我拿了他的羊毛，老妪看不见我，只是跑来跑去追着羊毛，说风把羊毛吹走了，看来所有的人都生我的气了，我寻思着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我想我还是去寺院的好，途中听到身后有狗在叫，回头一看，一个女人在碉楼上叫道，死狗你叫鬼啊，我以为她是在骂我，就说不是鬼的神仙在哪里，你给我看看，女人不理我，径直下楼去了，我回到了寺院，看见自己的僧房里躺着一具尸体，四肢展开，口鼻碰到地上，旁边有条凶猛的野狗在狂叫，我吓得赶紧跑了出去，才发现我自己脚底在后跟的部位，后跟却在脚底的部位，于是我害怕极了，才想到自己是已经死了。想必我忽然到了一座高山下，那里到处都是黑暗，背后有夜风吹着我，脚底下是滚烫的烧铁大地，无论如何也看不到一丝亮光，四周传来阎王狱卒们打打杀杀的嘶声，震得烧铁大地不停地颤抖，很多罪人被狱卒们追赶着，像被药鹰追杀的小鸟，我怕自己也会被狱卒追赶，所以惶恐不安。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，我没有同伴，正不知该去哪里，突然一股风吹来，吹得我像羽毛一样飘飞，我后面有数不清的众生昏厥了，无数的众生，有的被狱卒杀了，有的被吃了，有的被吸血，有的被咬碎骨头，有的被剥了皮，有的被抽了肠子，有的被绞了脑髓。啊，愿大悲佛子慈悲顾视我，我正遭遇不可思议的痛苦，不知是前世何业何罪之果。开始时身躯疼痛无比，心与身躯若即若离的极其痛苦，看见极猛中阴心生惊悸，口肺吐到嘴里的痛苦不堪忍受，离别父母亲友，我于心不安，愿大悲佛子做我的亲人。异地独自流浪，内心寂寞，愿大悲佛子做我的朋友。没有日夜浪迹在黑暗中，我于心不安，愿大悲佛子为我撑起明灯。没有乡野乱游荒地，我于心不安，愿大悲佛子做我的乡人。没有伴侣孤独的流浪，我于心不安，愿大悲佛子做我的同伴。中阴险道，有阎王狱卒在等待，我于心不安，愿大悲佛子为我送行。眼看他人痛苦，我于心不安，愿大悲佛子消除自他痛苦，大悲佛子前祈祷。我唱着歌时，对面的天空中出现了一台日月莲花宝座，上面安住着一位8岁的俊美童子，皮肤白里透红，上身穿着白衣，五色红光闪耀，
下身穿着红色的缎裙，腰扎红莲石镶嵌的青金石腰带，右手做供师手印，左手拿着盛满智慧甘露的纯金灌顶宝瓶举在心口，瓶口插着如意树枝，瓶颈上扎着红色的飘带，乌黑发亮的发髻上扎着红色带子，一直垂到腰际，头上另有珠宝饰物，还戴着耳环、项链、臂镯、手镯、足圈等精美的饰物。童子开口对我说：善男子，你来观想宝瓶进步的红色带子吧。我看不见红色的带子，却看见自己心性的三种慈悲，大乐自然而然地在心中升起，达到空明无执的境界，口中轻声唱道：南无上师尊者，正见无边满虚空，正观明空日月藏，无有升降心安乐，泛行清净无二执，无有取舍心安乐，法身任运达成就，无有得失心安乐，心安乃是上师恩，大悲佛子前祈祷。八岁童子说：我是大悲观世音。说完解开发髻给我看，我看见十一面观世音菩萨，于是祈祷：尊您若是大悲者，彼我岂能与你别？可我未曾观修你。童子回答：善男子，你有烦恼障碍，不知道在无数生世之前，你身为印度女郎的儿子时，把大象的幼崽撞到大树上，扯断了腿，因此造下恶业。夜因成熟，到了报应的时候，你在路上被大象推到悬崖下，情急之中您向观世音菩萨祈祷，因为观世音菩萨的加持，你挂在了山中的一棵树上，那时你奉我为本尊，不停地念诵六字真言，获得巨大加持，使悬崖变成了无量功，自然就有了吃喝。后来我为了利益众生，投身为王子，你把六字真言作为本尊的功德成熟，转世成为我的大臣。当时我把父王的如意珠施舍给敌人，你心想，这样的王子应该身为一只流浪狗。当我把如意珠送给敌人后，你又心想，应该把这个狗一样的王子的眼睛挖了。因此业报，你死后投身为一条狗。现在你颈上的红斑就是那一世留下的。之后我化身为松赞干部来度化众生时，你还是和我有缘。你以神通在石头上留下脚印，那是你心境相融的证明。我深信不疑，虔诚地向观世音菩萨祈祷：南无上师，法身虚空无量功，法身圆净阿弥陀，报身无碍大悲尊，度众变化无量身，祈请开示明空之无所执于心本性。我自无始身世前，无名幻迷错乱故，不识尊荣发露忏。南无自在观世音，无别三世诸如来，大悲自在观音前，祈请大悲赐摄受。安住日月莲花殿，象征七种大智慧，大悲自在观音前，祈请大悲赐摄受。
双足勇士加夫座象征轮涅等至明，大悲自在观音前祈请大悲赐舍受，上身白衣闪红光，象征致敬轮回断，大悲自在观音前祈请大悲赐舍受，下身红色法裙装，象征大悲度众苦，大悲自在观音前祈请大悲赐舍受，红莲点缀青金石，象征誓言净如水，大悲自在观音前祈请大悲赐舍受，右手供师之手印，象征二师度有情，大悲自在观音前祈请大悲赐舍受，左手甘露金宝瓶，象征赐药净五毒，大悲自在观音前祈请大悲赐舍受，发髻庄严红丝带，象征无二圆满佛，大悲自在观音前祈请大悲赐舍受，断于种种宝饰美，象征能赐殊供息，大悲自在观音前祈请大悲赐舍受，深色白皙又红润，象征六字遍十方，大悲自在观音前祈请大悲赐舍受，无声却显色身相，象征慈悲永力众，大悲自在观音前祈请大悲赐舍受，八大随佛前祈祷，祈请大悲赐舍受，谨向佛法僧祈祷，祈请大悲赐舍受，本尊空行施前起，祈请大悲赐舍受，法身报身化身起，祈请大悲赐舍受，此善速令我成就大悲尊，不于一有情，愿皆止彼刹，向尊赞其故，我等身何在，愿消病贫战，善法吉祥增。童子伸出双手放在我头顶，开始：前世业与祈愿力，无相一身于且是，愿你证悟我本意，明空无执是我意，愿你觉悟此圣意，显空无别是我意，愿你觉悟此圣意，乐空智慧是我意，愿你觉悟此圣意，显空无二是我意，愿你觉悟此圣意，空慈双运是我意，愿你觉悟此圣意，愿悟不变得永固，是你向我祈祷记，名曰净信真饱满，与此相遇结缘者，修持此法为本尊，如同见我无虚疑。之后我所到之处，都有大悲观世音菩萨为我引路，忽然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在家人，身体被千条铁链捆绑着，全身插满了剑、矛、剑、铁锤、铁钩、叉子、斧头、锯子、宝刀、大钳子等各种各样的利器，嘴里一边呕吐一边冒着火焰，大量的黄水不停地从鼻腔里流出来，在狱卒的殴打下，在家人皮开肉绽，血流骨碎，还在不停地颤抖，不停地发出痛苦的叫声。我正想着这人犯了什么业时，观世音菩萨说，他名叫波日阿迦，在人间诽谤如来，殴打和抢劫善知识，挑起事端，兄弟相残，他残害穷人，剑杀动物，
舌上食盐，手上偷盗，身行邪淫，食鲜肉，喝鲜血，欺骗乡人，所以堕入无间地狱。